走。明天我会在宴会上拿到所有的情报，你按照约定的时间在酒店后门的巷子里等我。如果我出了什么意外，我会开枪掩护你撤退。在酒店一楼的洗手间里我会放有备用情报，你拿到情报后第一时间交给池州，发给组织。将军，你怎么会在这里？叶冲杀了佐藤将军，我怕他会逃跑，所以这就是你要给我的结果吗？谁的给他肯定藏有重要情报，带走。是。是爸爸，啊！这就是你给我的惊喜吗？看来你的叶少佐选错了路。还要相信他吗？你让我调查，我一定会调查清楚的。忠哥，忠哥，有人陷害你，对不对？你快跟爸爸解释啊！你快说啊！宫本，说话呀！大祸就审。宫本，宫本是你，对不对？
宫本，是你对不对？我告诉你，你陷害严冲的，宫本，我告诉你，你要是敢碰严冲，我饶不了你。爸爸，你怎么能相信宫本呢？爸爸，我求你了，你放开，你放开，陈子恒，嘿，爸爸，嘿，冲哥，冲哥。宫本君，你先出去。1937年，你回到中国，从那时候你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不是我对你的教育，为什么？你根本不会明白的。叶冲，你既然如此的爱你自己的国家，你应该让它在大东亚共荣圈里面繁荣发展下去。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虽然现在日本看起来很强，但他未来会是什么样子，你们心里清楚。很多年轻人选择了错误的道路，但他们还是希望他们心里的那点幻想能够得以实现。你就是这样。我之所以愿意跟你说这些话，是因为你和我之间不仅仅是上级和下级的关系。从小把你养育大，在我的眼里面，你就是我的儿子。我不是你的儿子，你救不了我，我也根本没想着要活着出去。别再费心思了，我就是你们要找的秋晨。好，秋晨先生。それまではここ上海でゆっくり遊ぶといい。そうだ、用事があるから行ってくれ。青木君、君は今回の陸軍学校の主張する大規模反撃をどう思うかね。今はな、国家が主導権を狙うとの情報も来てるから、これからの情勢は一層と混迷を極めていく。熟悉吗？这是檀香留下来的。对，我把它修好了，正好派上用场，现在没有多余的电台可用了。可是是在警察局啊。你不用担心，
我是这儿的局长。我不担心，但我今天在亚河旅馆见到清泉的人了。翔君、今日の会議は大成功だ。君のおかげだよ。一緒にお祝いに行かないか。いや、少し胃の調子が悪いんだ。君たちで楽しんでくれ。他に予定があるのか。安心しろ。このホテルから逃げたりはしないさ。それにこんなに見張ってる奴がいるだろう。为什么不联系我们？你知不知道所有人都难过，我有多难过？快告诉我怎么回事！啊，到底怎么回事？你为什么会来上海？你死的消息爆出来以后，清泉就让我和青木来上海开发船运。你为什么会在上海？清泉给了我一张去美国的船票，让我消失，但我偷偷的潜回了上海，想查他的计划。只不过现在我还没有头绪，我不敢贸然联系你，是怕你会受到牵连。不行，这个地方太危险了，你不能在这待了。青木盯我盯得很紧。放心，我已经找好落脚的地方了。楼下那个掌柜是我们自己人，以后要联系我直接找他就行。还需要我做什么？你继续跟青木搞船运的事情，如果有任何的变化第一时间通知我。好，这儿不能多待，我先走了。小庄，何英呢？何英怎么样了？他已经安全到延安了，我没敢跟他说你消失了，他让我转达给你，他会一直等你。阁下，冯长庚今天带叶冲去了他的办公室，具体做什么还不知道，只知道叶冲提走了一个公文包，应该是檀香的。檀香的公文包？是。具体里面有什么还不知道，我正在想办法查。叶冲现在住在檀香家里，风帮他准备了电台。林小庄已经见过了木佐，也见到了叶冲。他应该把消息传递到了叶冲的手上。到目前为止，他们都没有察觉。他们有没有再提到过檀香的继任者？目前没有。叶冲应该是想要找到更具体的线索之后再去见他。那就按我们先前制定的计划再放一些消息出去。是。你这不像是普通的感冒，要不去医院看看吧。没事，只不过是感冒严重而已，嗓子发炎了。
好消息，你之前确认的毒气的那些位置我派人找到了。太好了。冲哥，还有很多毒气都在我这里，我要见你。谁啊？是春子。春子代替清泉调整了诺亚计划。你的意思是说还有其他的毒气是吗？剩下的所有毒气都在春子那儿。这可能是你送给我唯一一件没有带任何目的的礼物了。春子，剩下的毒气在哪儿？是我自己太蠢了。你一次次的劝我远离这场战争，我早就应该明白你的意思。其实我有一点后悔了，已经来不及了。现在完全来得及，完全还有机会重来。春子，你的父亲已经疯了，他策划的毒气计划将会给我们带来无法想象的结果。可无论如何我们喊他父亲。春子，但我真的不想你再错下去。清泉上野的计划注定会失败，快告诉我剩下的毒气在哪儿。还记得你教过我的那些电讯黑马吗？所有你想知道的答案都藏在这堆黑马里。如果你破解不了，三天之后那批毒气导弹就会按照原定计划发射在南部沿海，就会帮我完成父亲毕生未完成的心愿。这是我作为女儿最后的忠诚。春子，你知道吗？那是一个连你也无法面对的场面。我不在乎，我在乎的人都已经离我而去。我现在唯一有的只有这些毒气还有仇恨。叶冲，
别难过，离开对于我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在上海等我。好，上海见。这是他让我带给你的。他没有食言呢。来，我敬你一杯。我还是要跟你说一声，谢谢。小虫，你我兄弟，不言谢字。我们终于可以一起并肩作战了。想想那么多年，我们的生命轨迹几乎是重叠的，从日本到中国，再到先后成为檀香的战友。我想应该也没有什么能再把我们分开了。来，好兄弟，조카나니가고조봉과이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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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也不早了，他们都不喜欢看我们走这么近，粮食的事情你一定要多加省心。我明白，只有我们的身份不管对于哪一边来说都是孤立无援的，你一定要时刻小心，注意身后的陷阱。小虫，我们不会一直这么孤立无援的。上级只是我们暂时的静默，组织上会在最需要我们的时刻找到我们。我相信你。开枪之前一定要打开保险，这种枪的后坐力很大，必须要加强力量训练。你的斗志平时都放在家里吗？我不用你管我。什么情况？怎么了？干嘛要来这儿喝呀？在你家喝不好吗？你觉得那个家还能待吗？那你也得赶紧回去啊，总不能让一个小姑娘占山为王吧。我问你，他那把枪是不是你的？我没记错的话，那应该是你的私人收藏之一吧。你可真舍得呀。要不是你，我能舍得吗？她一个小姑娘可怜巴巴的来求我说想要把枪防身用，我一想，是啊，我也不能天天看着她吧，万一日本人又来了呢，她有把枪还能派上点用场。日本人来找过她？也不能完全确定，但确实是蓝豹的人。哎，当时正赶上你们在越南出事儿，我怕你分心就没打扰你。我救了她之后就把她接到这儿来了，躲了一阵子，等你们从越南返航，我才把他送回你家的。哎呀，我是真没想到，他要那把枪，到底还是打你的主意。
我也没想到，我今天一回家他就做了一桌子菜，说要感谢我。我没多想，吃完了就睡了一觉，结果我一睁眼他竟拿枪对着我了，这枪还是我哥哥给的。好了，你就别讽刺我了。哎，我来是跟你通个气儿，到底什么情况？叶少佐，我发现了，上次你帮我查的那个越南军火犯，他要跟着我们的船回香港了。池诚安排的，他这生意也做得够频繁的呀。怕就怕不是因为生意，而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既然你看见了，为什么不直接问他？他们都已经准备好理由了，问能问出什么来啊？本来这次去就想搞清楚他的身份，没想到现在更乱了。你去帮我查查那个人，我要看看他来香港到底是要干什么。好，不过你对这个池诚是不是也太上心了？他是个中国人，充其量也不过就是个汉奸，不会和别的事有关系吧？等你听一听我跟你讲完我们在越南发生的这些事情，你再判断一下到底有没有关系吧。突然特意请我喝茶，不会又出什么事了吧？这是军政厅最近更换的密码本，我是用琴谱的方式记录的，旋律的破译就是我们一直使用的加密方式，要保管好，有备无患。你还有别的事吧？最近突发状况太多了。你给我干什么？这些都是预防我这边有不好的事情发生的。前段时间我刚打发走一批要接近我的特务，这些东西放在我家里难保不被发现。小冲，你不要悲观，总有一天我们会光明正大地走在为正义而奋斗的道路上，不会永远待在黑暗里的。我相信中国不会亡的，这么多同胞齐心协力，胜利是早晚的事。我只是怕我等不到那一天了，我只能铭记我辈舍生忘死的使命，并竭尽全力为此践行，但求无愧于心。何英，那你这么长时间都住在哪里啊？我住在我朋友家。何英，以后你就住在这里吧，我们大家都在这里，以后有个照应。那我跟你住。好，我给你准备点日用品啊。嗯。站住！这里是高级军官办事处，闲杂人等不让进。哦，我是来找叶少佐的，我是他朋友，你跟他说我叫何英。哎，不要说朋友，哪怕家属都不让进。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啊？我是来找叶少佐的。どうしてやれ、よそさ。以降彼女が来た時は誰も止めてはならんぞ。はい。走吧。嗯。我先带你认一认路。我的办公室就在上面。嗯。以后你来这儿没有关系，
不会有人拦你的。叶冲，嗯，我加入了华夏诗社。他们没有对你的突然加入表示怀疑吗？没有，在他们眼里，共产党都是比较神秘的。我跟他们说，是我哥哥的一个朋友救了我，他们也相信。不过，我不敢确定，他们当中有没有隐藏起来的共产党员。我有一个学长，他就很支持共产党的言论。还有其他人吗？嗯，哦，有，王同熙学长说两天以后会从上海来一个教授，来学校做演讲，叫于仲平，给鲁迅峰做过编审。对了，那篇《告四万万人》也是他写的。何英，带我去一趟你们诗社吧。啊？你去干什么？他现在联系我们，会不会和宫本的清扫计划有关系？有可能，是需要我们帮忙吧。他这样做未免也太谨慎了，每次都只给一点点信息。也许是为了彼此的安全吧。可是他中间突然消失了，他一定是因为什么事离开了，现在又回来了。他一回来就联系我们，一定是遇到了什么突发的状况。有可能宫本现在大肆抓捕爱国人士，我想他是为此和你联系的，所以我想见见我的上线，更好地配合他的行动。试一试吧，不过你一定要小心，宫本现在争功论赏的心气极高，而且他生性多疑，我怕他会派人监视你。放心吧，倒是你呀，一定要多加小心，你现在可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啊。我不能再迂回作战了，置身事外太过于被动了。既然佐藤大藏曾经说过我可以参与司令部的一切行动，那我一定要搞清楚宫本现在到底想要干什么。好，我随时听你差遣。不是差遣，是配合。香港现在销售额最大的报纸是哪一家的？新报。怎么了？明天早上去买一份，看看上面有没有寻人启事。寻人启事？没错，这是我们同志的一种习惯，他们每天都会阅读当地销售额最大的报纸，翻看上面的寻人启事，如果上面有特定的化名，就说明已经出事了，然后他们会返回各自所属的区域的布告栏上去寻找。如果他们在布告栏上找到一串密码的同志，那证明这个寻人启事的对象也就是他，密码也是给他的。没找到密码的同志，在那个时间都是安全的。高木先生来电说，他已经成功地接近了何英。何英说有人想见他，会不会是叶中？很好，经此一役，是敌是友，我们就有了初步的判断。可是即使是这样，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判断叶中的身份。毕竟那个于教授是个无党派人士，但他亲共又是爱国人士，秘密接见这样的人难道不能说明问题吗？当然也不排除有另外一种可能，他是去发现敌情，毕竟这么长时间的工作他都没有进展。可是将军阁下已经明确向我们表示
你不知道，叶冲这个人很有野心。我的老师表示过，有野心的人可以帮你，也可以害你。我们现在在暗处，他在明处，被动的人一定会露出马脚。那么验证叶冲身份这个任务就交给高木先生一个人。对，高木先生很重要。长官，我都知道你要说什么。你不用质疑高木先生，他是我哥哥的老师，跟我们家的关系很好，在国内也享有盛名。他不会拿自己的名声开玩笑的。长官，这件事情还是先不要向将军阁下禀报吧。说的没错，我相信我们走到这一步不会错。我一定要抓住叶冲狐狸的尾巴。你继续说，叶冲今天晚上有什么活动？他吃过晚饭以后，和他的那个开马场的兄弟去了茶楼消遣，直到半夜才回来。这个人还挺有闲情雅致的。是，自从他从越南回来，一直没有把心思放在工作上，应该是已经主动放弃了。进。长官，中士敦道的黑板上出现了新的字迹。他最后还是去了。我说过，他一定会去的。注意安全，尽量吧。突然觉得酒好像有点上头。一百个人够吗？我用不了那么多，我只是想让你帮我制造一些混乱，打打掩护而已。明白。你就不好奇我在做什么吗？我没有兴趣知道，但是只要是给日本人捣乱的事情，我都乐意奉陪。是你？为什么不能是我？哎呀，何小姐搬到这个地方来，是要执行什么任务吗？这跟你没关系。如果你要是诱捕共党分子，那就跟我有关系了。这是我跟叶冲的任务，你无权过问。你哥哥曾经是我的人，同样是为帝国效力，你却很傻，选择了中国人做靠山。但是你的哥哥选择了我。
我是不会相信你的，我哥哥不会跟你这种人合作的。二妮儿，你哥哥为什么不能跟我合作呢？你叫我什么？哎，这么晚穿成这样，长这么高，你吓唬谁呢你？你知道我谁吗？你推我你？你知道什么吗？你放开！定了，站住！干什么你？我知道我谁？你知道我谁吗你？你还拉我一把？陈子，慢点儿，小心别摔了。什么情况？纯子怎么来了？我都陪他玩了一上午了。冲哥，你怎么才来啊？工作上的事儿从来不见你迟到。军政厅突然出了一点事情要处理，所以有点耽误了。好了，我们三个人好不容易重聚，就不要拌嘴了。你看看人家庄哥，这才是我从小一块长大的死党，哪像你啊，从来都是那么多借口。哎，纯子，义父没跟你一起来吗？他应该跟我一起来吗？纯子，我这马厩里还有几匹好马，要不要给你看看？这马场是你的吗？不是我的，不过我代为管理，但这儿我说了算。那要是我看上哪匹马，你能送给我吗？当然可以，只要你喜欢，都是你的。一会儿去哪儿？都行，听你的。来，干嘛？过了吗？啊，好看吗？小峰，咱们都是舞刀弄枪之人，我带不习惯这个的，我们还是走吧。哎，薛平，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挺适合你的呀。哎，就算你是个舞刀弄枪之人，你也是个漂亮女孩，对不对？哎，你想想，那些戏里面的什么白娘子啊，还有那个扈三娘，都是武功高强，人家也是满头珠翠啊，对不对？哎，你别开玩笑了，我又不是唱戏的。我知道，你之前在军统不能引人注目，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你现在已经脱离他们，站到明处了。你看，这阳光照着你，你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不用再压抑自己了。试这个，好玩吗？多少钱，老板？20块钱，先生。来，先生坐好。走。纯子的突然到来，
让叶冲勾起了很多过往。那些不堪回首的记忆，是叶冲多年以来最不愿意触碰的伤痛。但眼下叶冲最关心的事情，是纯子突然出现在香港，会不会和自己在军政厅遭受排挤有关？又或是清泉上野安排在自己身边的眼线？再加上突然实施的大遣返行动，叶冲必须马上搞清楚状况。哎，那匹马有名字吗？有啊，白龙马。想什么呢？刚刚庄哥送了我一匹白马。春子，你可真会挑，那可是匹冠军马。什么意思啊？这么快就反悔了？没有啊，送，不反悔。春子，你才刚到，小庄送了你匹马，晚上我请你吃饭吧。好呀好呀，那我要从最贵的吃起。你们两个送我回去换衣服吧。走哎，雪萍，咱们一会儿要不然看个电影吧？好啊，好香啊！老板，一份甜的，一份咸的啊！好嘞，多少钱一共？5毛。好，给你放这儿了啊。好，谢谢。哎，雪萍，你看，那是你最爱吃的桂花糕，我给你买点过来。嗯，好啊。啊，拿着。嗯。老板，给我来一点。雪萍，雪萍，怎么了？来，你闻闻，特别香，是不是？哎，那边还有好多你喜欢吃的东西，咱走吧。好啊，走。名单拿好了，明晚和大遣返的事一起告诉那边的同志。这是什么名单啊？滞留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日本人恐怕会先下手的。哎，纯子是什么时候来的？我也不知道。又是突然出现啊，神出鬼没倒是符合他古灵精怪的性格。怎么，吓着你了？吓都没有吓着，我只是觉得奇怪，大本营为什么偏偏选择在这个时候派纯子来接触电讯科呀？是啊，宫本是大遣返的负责人，纯子又负责电讯科，这样来看，你在军政厅的实权其实已经被架空了。那佐藤想干什么呀？事发突然，我也摸不清头绪，但我感觉他们什么事情都开始避开我了，一定有什么新的打算。不过军政厅的电讯科一直没有起色，不光是缺少了一个真正像纯子这样的负责人，设备的落后也是原因。毕竟电讯非常的重要，所以
大本营招这么个人才也是理所当然的。哎呀，不过这小丫头啊还真是倔，到头来不光跟你选了一样的专业，还特意跑到香港来，这下你可有的受了。她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成熟了不少，但其实一点都没有变。冷峻孤傲目空一切的叶冲叶少佐居然也会被人踩住尾巴，而且还是个小姑娘。你就别再说这些风凉话了，她可是个软硬都不吃的主，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对付她。其实你我都知道对付她并不难，她喜欢你，她能为了你特意放弃画画跑到德国进修电讯，又执意参军，这就说明他的心里早就认定你了。你放心吧，我跟踪唐风，他们救完人就去了私人码头，现在湘江的家人应该已经到了广州。哦，谢谢。什么时候跟你大哥这么客气啊？现在救湘江要靠我们自己了。已经确认了湘江的位置，就在外科的特护病房，整个医院戒备森严，24小时有人守卫，但是特护病房就只有两个守卫，应该是怕目标太大引起别人注意。他们一个小时换一次岗，间隙5分钟，距离下次还有10分钟。他们改变了学轮模式，不过还是有3秒的时间漏洞。注意安全。何やってるんだお前、下手に動き回るなって言ったら動くな。直したくないなら帰れ。原来你就是九哲，我记得你的眼神。湘湘，我现在就带你离开这儿。不行，你不能带我走，外面戒备森严，我们出去会很危险的。绿色的邮箱里面有很重要的信息，快去把它取出来。小江，你快去，没有时间了。医院里没有任何动静吗？没有。
不应该，为什么没有人救他？他可是香岛级别最高的代号。宮本少佐。どうなでる？不明な薬物とアルコールの化学反応だと判明しています。この少女はとても厄介で、回復するのは不可能に近いでしょう。どれだけ多くても構わん。午後薬剤を注射しろ。最後の尋問を行う。しかし、宮本少佐。我々はすでに四号薬剤を何度も打っています。服薬規則の上では、すでに規定の量を超えています。これ以上打てば患者は死ぬ可能性があります。今は服薬規則などどうでもいい。すぐに注射しろ。早く。はい。急げ、もう一発撃て。少佐、しかし早く。少佐、患者は危険です。救命室に連れて行かなければ。记得收拾一下。是。将牺牲了，又一个战友牺牲了，仿佛每次相见都是生死离别。
永别。Thank you.
这是你要的川崎丸的详细资料。我去了一趟石城的办公室，看到一些东西，整理了一下，你也来看一看吧。这是什么？白磷不溶于水，且密度大于水，接触空气后最低温度到达40度会发生自燃。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种化学物质的状态极不稳定，燃点很低，如果接触到空气，不需要任何的人为，就可以营造一场大规模的火灾。你是说池城打算纵火烧了那批被服？如果是白磷的话，很有可能。他疯了吗？自己的工厂起火，他就算不在场，难道能脱得了干系吗？日本人一旦追究起来，整个被服厂的工人都要跟着遭殃。我认识的池城做事可不会这么莽撞。可再怎么说这也是事故，他打算怎么跟日本人解释？他太异想天开了吧。你不会觉得他这个办法可行吧？我没觉得这个办法可行。这两天池城一直借着静香生病的幌子天天去星河会，我觉得他是去找人商量对策了。你是说那个唐风？你不是说他在黑市场一直帮池城卖房子吗？我觉得这个唐风啊，就是池城在被服场外的一个帮手。所以啊，明白了，又多了一个需要监视的对象。辛苦你了。哼，不辛苦啊。哎，你要这个川崎丸的详细资料干嘛？我也不知道要来干什么，只是想先拿回去研究研究吧。庄哥，你别紧张啊。你可别叫我哥，一叫我哥准没好事儿。哎，那这什么呀？我需要你帮我买点东西。我就知道准没好事儿。买什么？我还没想好让你买什么，过两天吧，等我想好了一定告诉你。庄哥辛苦啊。别叫我哥，年轻着呢。佐藤白白捡了这么大一个便宜，你也就答应他了？我需要这笔钱。可是你以后住哪儿？现在家里只有两套房子了，一套在石澳，一套在新海，离得那么远，你来来回回的，大家都担心你。没关系，我可以搬到这儿来住。这儿？非常时期吗？我得和大家在一起啊。叶冲今天找了你没有？应该说，是我在这儿见到了他。什么意思？少爷，我觉得咱们那个白磷计划行不通了。怎么了？叶冲把这个抽屉的锁打开了。他可能看到了你昨天晚上写的东西。东西呢？我把东西烧了。这件事情不能再拖了，咱们得抓紧。我跟佐藤说好了，咱们今天就搬家。好。老魏，你来的正好，那个
一会儿你再找点大的箱子，把这些模型全都装起来。好，快去吧。冲，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怎么了？我没事。这一晚上了，就这么一个表情。怎么，担心宫本会对你有小动作？我明天派人盯着他。我是担心何英，我想了想，还是把前田芳子的事情跟他说了，但我觉得他好像接受不了。你想太多了吧？不，他心思本来就重，他一定会觉得是因为自己才影响了工作。实践才得真知，谁第一次干这事儿就能干好啊？对不对？这些道理他都懂，我是怕他会钻牛角尖儿。哎呀，既然是自己做的选择，那就要做好迎接一切可能性的准备。你也不能帮他成长，对不对？我先工作了，你先回去吧。我再多句嘴啊，何英啊，她不是3岁小孩子了，你越表现出来担心，她压力就越大。放轻松点。你走不走？你不走，我走了。好好，我走，我走。没大没小。来这儿干什么？我们都是学生，有学生证的，而且我们也不是派遣人员。说完了吗？说完了。给他们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是。姐姐，他们不会有事吧？走。はじめろ。はい。
么样？我提议明天给纯子办一个生日宴会，清泉已经同意了，而且他自己提出的要在松原酒店办。明天我会在宴会上拿到所有的情报，你按照约定的时间在酒店后门的巷子里等我，我把情报给你。还有，你要帮我把何英送走。为什么要送他走？我怕我没有过多的精力分担出来去好好的保护他。你想好怎么跟他说了吗？我会告诉他，组织上有一项特殊的任务是需要他帮我送到延安。他会信吗？我会让他相信的。你拿到情报之后带着何英一起去找赤城，让赤城通过港九大队将何英送走，再把情报传出去。见到赤城之后你告诉他，我就是秋山。为什么由我转达？我跟他不能直接接触。小冲，我有种不好的预感。你把佐藤的尸体放在哪儿了？这件事会不会败露出去？这件事已经解决了，我会让陶宗博的事情重演一遍，过不了多久宫本就会遭到全城通缉。你别给我打马虎眼，你必须告诉我你到底怎么计划的。宫本已经回来了，而且他投靠了清泉。清泉现在统领着海陆两方面以及经济，佐藤对他恨之入骨，一直想拉着宫本一起来对抗清泉。自从上次停职，军政厅人人都知道宫本一直记恨着佐藤，用一台录音机加上一个私人物品想在佐藤的房间里制造一个假象根本不难。况且对于自己投好公敌的死，你觉得清泉会查吗？这个逻辑没问题，但是你确定你把一切都计划好了吗？你怎么到了关键时刻总是这么婆婆妈妈的？我不是婆婆妈妈，因为最近突发事件实在是太多了，我担心你的安全。只要你明天晚上8点准时出现在约定的地点，我会亲自把情报交到你手上的，你再帮我把情报传出去。这样的话我们2年来的潜伏才没有白费，日本人要绝地反击，这就是我们快要胜利的信号。相信我，这次的任务我们一定会成功的。好，明晚8点我在酒店后门等你。好。小庄哥走了？走了，刚刚走的。是不是有什么新的计划？不是新的计划，是新的任务，需要你去完成。我？组织上决定派一名新的同志去到延安，送一份重要的情报。去延安？没错，这次组织上需要一副新的面孔，还要具备坚定的信念。想来想去，我跟小庄都觉得你最合适了。那我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回来？还有，我的任务到底是什么？明天我就安排小庄带你到赤城那边，赤城会安排港九大队的人送你直接去到广州，从广州到重庆，最后再到延安。情报我会直接给小庄的。明天？可是我什么都没准备呢。去多准备一点行李吧，这一路难免颠簸。那我现在去了。叶冲，
明天我会在宴会上拿到所有的情报，你按照约定的时间在酒店后门的巷子里等我。如果我出了什么意外，我会开枪掩护你撤退。在酒店一楼的洗手间里我会放有备用情报，你拿到情报后第一时间交给池州，发给组织。你怎么会在这里？叶冲杀了佐藤将军，我怕他会逃跑，所以这就是你要给我的结果吗？谁在给？他肯定藏有重要情报，带走。是。是爸爸，啊！这就是你给我的惊喜吗？看来你的叶少佐选错了路。还要相信他吗？你让我调查，我一定会调查清楚的。忠哥，忠哥，有人陷害你，对不对？你快跟爸爸解释啊！你快说啊！宫本，说话呀！打回去审。宫本，宫本是你对不对？宫本是你对不对？我告诉你，你陷害叶冲的。宫本，我告诉你，你要是敢碰叶冲，我饶不了你。爸爸，你怎么能相信宫本呢？爸爸。我求你了，你放开，你放开我好不好？嘿，爸爸，嘿，冲哥，冲哥，你怕了？
宫本君，你先出去。1937年，你回到中国，从那时候你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这不是我对你的教育。为什么？你根本不会明白的。叶冲，你既然如此的爱你自己的国家，你应该让它在大东亚共荣圈里面繁荣发展下去。中国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虽然现在日本看起来很强，但它未来会是什么样子，你们心里清楚。很多年轻人选择了错误的道路，但他们还是希望他们心里的那点幻想能够得以实现。你就是这样。我之所以愿意跟你说这些话，是因为你和我之间不仅仅是上级和下级的关系。从小把你养育大，在我的眼里面，你就是我的儿子。不是你的儿子，你救不了我，我也根本没想着要活着出去。别再费心思了，我就是你们要找的秋蝉。好，秋蝉先生。それまではここ上海でゆっくり遊ぶといい。そうだ、用事があるから行ってくる。あ、青木君、君は今回の陸軍学校の主張する大規模反撃をどう思うかね。今はな、国家が主導権を狙うとの情報も来てるから、これからの情勢は一層と混迷を極めていく。熟悉吗？这是檀香留下来的。对，我把它修好了，正好派上用场，现在没有多余的电台可用了。可这是在警察局啊。你不用担心，我是这儿的局长。我不担心，但我今天在亚和旅馆见到清泉的人了。翔君、今日の会議は大成功だ。君のおかげだよ。一緒にお祝いに行かないか？いや、少し胃の調子が悪いんだ。君たちで楽しんでくれ。他に予定があるのか？安心しろ。このホテルから逃げたりはしないさ。それに、こんなに見張ってる奴がいるだろう。
你不是死了吗？你为什么不联系我们？你知不知道所有人都难过，我有多难过？快告诉我怎么回事！啊，到底怎么回事？你为什么会来上海？你死的消息爆出来以后，清泉就让我和青木来上海开发船运。你为什么会在上海？清泉给了我一张去美国的船票，让我消失。但我偷偷的潜回了上海，想查他的计划。只不过现在我还没有头绪，我不敢贸然联系你，是怕你会受到牵连。不行，这个地方太危险了，你不能在这待了。青木盯我盯得很紧。放心，我已经找好落脚的地方了。楼下那个掌柜是我们自己人，以后要联系我，直接找他就行。还需要我做什么？你继续跟青木搞船运的事情，如果有任何的变化，第一时间通知我。好，这儿不能多待，我先走了。小庄，何英呢？何英怎么样了？他已经安全到延安了，我没敢跟他说你消失了，他让我转达给你，他会一直等你。阁下，冯长庚今天带叶冲去了他的办公室，具体做什么还不知道，只知道叶冲提走了一个公文包，应该是檀香的。檀香的公文包？是，具体里面有什么还不知道，我正在想办法查。叶冲现在住在檀香家里，冯帮他准备了电台，林小庄已经见过了木佐，也见到了叶冲，他应该把消息传递到了叶冲的手上，到目前为止他们都没有察觉。他们有没有再提到过檀香的继任者？目前没有，叶冲应该是想要找到更具体的线索之后再去见他。那就按我们先前制定的计划再放一些消息出去。是。这不像是普通的感冒，要不去医院看看吧。没事，只不过是感冒严重而已，嗓子发炎了。好消息，你之前确认的毒气的那些位置我派人找到了。冲哥，还有很多毒气都在我这里，我要见你。谁啊？是春子。春子代替清泉调整了诺亚计划。你的意思是说还有其他的毒气是吗？剩下的所有毒气都在春子那儿。Thank you.
这可能是你送给我唯一一件没有带任何目的的礼物了。春子，剩下的毒气在哪儿？是我自己太蠢了。你一次次的劝我远离这场战争，我早就应该明白你的意思。其实我有一点后悔了，但已经来不及了。现在完全来得及，完全还有机会重来。春子，你的父亲已经疯了，他策划的毒气计划将会给我们带来无法想象的结果。可无论如何，我们喊他父亲。春子，但我真的不想你再错下去。清泉上野的计划注定会失败，快告诉我剩下的毒气在哪儿。还记得你教过我的那些电讯黑马吗？所有你想知道的答案都藏在这堆黑马里。如果你破解不了，三天之后那批毒气导弹就会按照原定计划发射在南部沿海，就会帮我完成父亲毕生未完成的心愿。这是我作为女儿最后的忠诚。春子，你知道吗？那是一个连你也无法面对的场面。我不在乎，我在乎的人都已经离我而去。我现在唯一有的只有这些毒气还有仇恨。电台已经停止发报了。那这么多的黑马，咱们应该如何来翻译？会不会是唐宋新选？用唐宋新选根本就翻译不出来。纯子到底是想说些什么呀？他不会轻易给咱们留下答案的。只要能判断出分支电流的强弱，就能确定假信号的位置，只不过是需要时间罢了。
这是什么？每一行都缺一个数。我知道了，数独游戏，没错。这些字看着像坐标，但是怎么确定它的顺序啊？按照时间。叶冲，你醒了，怎么样？太好了，医生说了，只要你醒了就没事了。来，我扶你起来。来，小冲，我睡了多久？你昏迷了整整五天了。五天了？啊。我跟你说，诺亚计划已经被我们彻底粉碎了，日本已经宣布了无条件投降，日军也从香港完全撤离了。叶冲，我们胜利了。真的？对。我去给你倒杯水啊。你是没看到啊，香港上空啊，来了十几架战斗机啊。哇，那个场面浩浩荡荡，把那个日军打得落花流水。小壮，我现在要去延安。去啊，肯定得去。前两天啊，何英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在延安非常好，等你这几天把身体养好了，我跟你一块去。你留下来跟他们庆祝吧。我之前答应组织了，任务一结束第一时间要去汇报工作，而且何英也在那里，没道理不去。我发现啊，自从有了何英之后，我这个当哥哥的地位啊，是一天比一天低。行，去也行，但是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我叫上大家伙，咱们一块儿吃个饭。可以，但别跟他们说我要走的事情，我怕告别起来太麻烦。哎呀，知道了，放心吧，我去叫大夫啊。小心一点啊，菜好了吗？客人马上就到了啊。喂，问一下厨房菜好了没有。锦香，我跟你说个事儿。哎呀，说什么，你钱还没还清楚，说什么，快点，人都快来了，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我就是来还钱的。不够啊，还有利息呢。我现在就这么多了。那不算，等你什么时候找到利息了，一起再还给我啊。哎，干嘛啊？这个行吗？这能当多少钱啊？
一辈子行吗？说什么？你再说一遍。一辈子。我听见你说什么？一辈子。小钟，出大事了！你现在必须马上跟我走。怎么了？封长庚死了。谁干的？宫本。宫本。宫本知道你在这儿，要不了多久，清泉也会知道的。我不能看着你出事，你现在必须马上给我走。小庄，清泉早就知道了，这些都是清泉的计划。从他放走我的那一刻开始，他就知道我一定会回到上海，他就是想通过我，找到檀香的继任者，找到上海的地下组织。我只能配合他，才能获取更多的有效信息。你的意思是，你早就知道这是清泉的阴谋，所以你之前做的一切都是演给清泉看的？我没有告诉你，是因为这场戏我必须演得足够真实，任何的蛛丝马迹都会引起清泉的怀疑，我们没有试错的机会。你是从什么时候知道这是清泉的阴谋的？从我见到你的那一刻开始，我就断定我的猜测没有错，只不过清泉让你太早来到上海，他太急了。那宫本怎么办？我有办法。老板，接电话用一下。喂。喂，我要走了。你那边情况怎么样？早上联系了老朋友，我应该也是今晚出发。事情能解决吗？能解决，我收到地址了，只不过需要你的帮忙。好，老板，哎，只用一下，这不现成的吗？你说，好，我知道了。谢谢。哎，先生您好，您要开什么房间吗？有靠街的，有不靠街的。靠街的呢，晚上睡觉比较吵一点。那个不靠街的呢，贵100块钱。您看，给我来一间。老板，老板，快来看看吧，锅炉又坏了。怎么又坏了呢？我马上去。啊，先生，不好意思，您稍等一下。先生，哎，您刚才说开什么房间啊？哎，您看啊，谢谢，不用。阁下，叶冲和檀香继任者约好了在万里仓库见面，时间就约在晚上8点钟。
清泉上也知道你来上海找我吗？到底他还是心软了，舍不得杀你这个养子。我今天是不可能再相信你了。所以你是违反军令私自来上海找我的。我看你是不亲手杀了我，恐怕后半生都睡不安稳吧。没错，没想到你还送了我一份额外的大礼，等你死了，我就是酋长，我会替你去见檀香的继任者。你就这么肯定你能见到檀香的继任者？你什么意思？宫本少佐，别来无恙。檀香根本就没有什么继任者，檀香的继任者就是你。你还是跟以前一样反应这么慢。只能送你到这儿了。你这病。下一站是哪儿？马上要到郑州了。谢谢。